你敢有想过资料会无去，还是什么人就有可能甲提走？我感觉是。这个代志哦，无证无据，嘛袂当无袂怀疑别人。那到时阵，就会真相大白啊！我和嘉雪是外交人，我见过，应该是卖假管。提档的既然无关嘉雪的死活，来告诉我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炮声，我真正对你一点仔爱情的感觉都无。我唔接受啦！你根本就是咧逃避感情嘛！你即马有勇气伫咧遮甲我讲你的老实话，是安怎就无勇气去面对嘉璇姐对伊坦白？我早就已经知影我人的观众，我是挑过因伊来遮，我是怕死，要亲身将伊抓掉。假使后盖若是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嘉璇若是伫咧你边啊，敢讲伊袂有危险？你是以什么想法来问这件代志？所以我考考你，银行事卖加管，管好你家己就好。你讲提顿来资料无去啊？我唔会记，我昨暗入一办公室，甲收提顿来了，那是安怎资料向阮无去啊？那安尼你敢有想过？是安怎资料会无去？那是什么人就有可能甲提走？所以我的直觉是你妈提的啊！女生的直觉上准哦。啊，不过这个资料哦，甲公家单位招标有直接的关系，那到时阵就会真相大白啊！我和嘉雪是外交人，我见过，卖打在我的底线，继续安尼甲嘉雪交往。圆环哦，这条路直直行，同我。我看到我的查某人，因根本就是自找死路。人已经叫我救走伊，而且老客栈也已经报。